好，再来看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。1月3号至4号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，战区部队全时保持高度戒备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，任何搅局南海、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。